旦那様、今日も舞がお祓い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か。Hello，反正是在想要不要开，可是我觉得等一下睡着，晚上又没有办法开台。三，有没有来玩？加入。自个儿进来，我没有音乐啊，要啊，算了，现在没有音乐，观众场吗？对啊，自己加进来哈。然后你看，大早，每个人都说挤不。本来一大早没有人，然后再晚一点点，然后就开始说挤不到，挤不到这样子。对，香菇酱、香煎干雕，你这个是取名字，免费吃是不是？嗯。重点是不知道开到几点呢、啊？怕太累。开始。为什么会没声音？我把声音关掉是不是？没修，安静的。哇，把魔物猎人给解除安装了，他突然明明就有声音。你给我北干嘛？北不是你要的。才刚开日吗？没抢到，没事啦。这样我也是关掉重进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开什么，我开人王二没有观众，开画画台没有手感，因为我现在等魔力宝贝都最快也要25号，因为昨天看到主线卡在录手机，所以就打开来看。你有黑龙套装，你还会卡录手机吗？啊？去打一套黑龙套啊！那叫我打应该很难的啦，我已经。再安装的话，可能要几个小时了，好困哦，不好困啊，好累哦，在困什么？天啊！哎呦，啊！哎呦！大屁呀、啊！本です。那时候不像退取台啊，退取那边可以赠送订阅，然后这边没那 YT 没办法赠送订阅，因为看到真的很多人都是打日，那跟观众打日嘛，最输的要订阅或者是。赠送订阅这样，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真的是赌博哎、欸。啊、哦。哎、欸。啊，算了。随便了。碰就碰了。硬菜。按错啦。哪天有这个功能？难呢、欸，真的难。哎呀，又打错了啊！完了，娱乐。哇哦，酷哎、欸！正厅。唔对啦！有来有意啦，在等这一张啊。被扣着吗？没有，反正玩开心的嘛。嗨，小鱼。哇，在这里面呢、啊，对不对？安安朗居，朗居，河底捞鱼，我有河底哦。酷哎、欸，啊，送你啊。好酷耶、欸、等一下你们两个是今天都休假、喔、不然等一下来动词大好了我放弃玩这一款。嗯，你日麻叫什么日麻叫？哦，哦，不是啊，那这样子，啊，这，啊，我是在碰什么？天哪！哦吼，哦吼，哦吼！好了。
我们来留局吧，拜托。哇哦，哇哦，我是可以乱玩了。这样无意义吗？对啊，没关系啊，我期待我再杠一次，再杠一次，我们留局吧。你的国士梦，拜拜咯。好、oh. 啊，玩开心的啦，不要太认真，你们越认真看，我就会越快换游戏。好，不怕，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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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嗯，模式都是对手打出来的，没有啊，我们也是有差点国师过的啊。这怎么办啊？拼摸只能拼摸了啊，不然怎么办？这边再杠一次，这边再杠一次嘛，我们留局好不好？这样子哦、喔。哇哦，有机会，有机会。But， 好恐怖哦。Stop。对，要发财啊，我要送出去咯。四饼被扣住了，没事啊。再杠起来，杠起来，再杠一个。我不要、哦。再杠下去是不是就留局了？
刚刚留发好像可以了，你要想他们可能会看台，我想说没关系啊，就打开新的嘛。而且留发也很难，好不好？他也扣着两张发哎、欸，而且刚刚台面上也没有发出现啊，在想啥？啊，在想啥？嗯。哎，不是啊，你的国四无双梦，可是你刚刚也糊得很快呢。说记错了。靠！是飘摇，对啊，我就是要断腰啊。哦，找到刚那一局就杠下去了。我真是不会想。哦，真的是哦。无聊哦，四杠子和国四无双哪比较难？我觉得四杠子欸，四杠子比较难欸，你要四个一样的欸。
血啦！对啊，因为国士无双你是只要四个里面挑一个而已啊，啊四杠子是你要收集到那四张牌、欸。我那时候一直把那个双粒养成天河，然后想说奇怪，为什么明明就知道那个是意思，但是我每次都把双粒子养成天河，不知道干什么。你又要国了，我看得出来啊，你的台上都没有一九根字啊，加油！我已经躲起来了，请你国给我看。因为最近这边在听哦、喔，就是我最近其实是就是昨天晚下午有机会玩到，不是有机会、啊，本来会玩到，可是我撑到了四，就是从六点到七点半这段时间，是我一直快睡着，但是又一直跑去拉肚子，我就跟巧克力他们说，不行，我今天要 pass， 我一直在拉肚子，然后又有点想睡。所以一睡睡下去就已经12点半了，对啊，所以昨天其实就是12点半醒到现在，然后就是因为都在睡觉，这个礼拜已经没有影片可以剪了，我影片都剪完了，没有影片可以剪，到底是真果还是青蛙叫呢？哇，你果不了了吧？10000都在这边了、欸，哎、欸。那个鬼面10000都在这边的啦，你猜牌吧，你你猜掉咯，完了87，这是什么 ?JI3 我怎样，哇飞了，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来下一场，上剑，3、4、7、4、9，哎、欸，很快哎、欸，那表示我延迟真的蛮低的啊。那为什么我玩其他游戏延迟就会有点高？三放枪没事哦、喔，那所以是帮三个人补血哎、欸。牧师哎、欸，谁残就搬谁放。哎、欸，其实我对314是一个有渊源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数字，因为我国中是3月14班，3年14班。要 ghost 了，够屁呀、啊！够屁呀、啊！啊，你要南风干嘛？请问你吃南风是要干嘛？你有梦想？地色好。感谢会员哦，你真的跑去除了哦，感谢狼旗的会员啊，有兴趣加入
DC 群或 LINE 群，我的天哪，有那么大哦！我们拜拜的抛出个头发。哎，啊，有进去加入 DC 群或 LINE 群，就是截图到粉专，然后会有小帮手拉你进群哦。自摸好少哦。哦，如果刚把两个酒留下来的话，话说边看台边跟教主打不会怪怪的吗？不是啊，啊我就讲了嘛，啊我的台也是欢迎 Ghost 啊。那我说我的目的就是说，我只是个陪玩，让你们三个观众在那边厮杀。刚刚可以跳车换仪器，不是啊，就是有时候要赶快跑啊。有能仪器吗？可是我一二三一二三呢，然后四五六，啊我少了七啊，我没有七万啊，那、啊、我刚刚是打了九万给他、啊，没有，你不是你没听到，是我上次玩的时候就有讲啊，啊你可能没有听台。看起来很好玩，可是不会玩，可以去了解它。而且真的确文是所有日麻里面，我感觉真的是对新手最友善的日麻游戏耶。如果你像天凤或是雀天凤的话，就真的是看不太懂，是看不太懂啊，是它就是一个人，这真的是网页，然后一堆数据给你而已。然后这个真的还有一些它的游戏。就是游戏规则，就是他虎牌的大致上介绍给你看。统测生来凑热闹了，老师加油！哇哦，哇哦，哇哦！哇哦，不确定。哇哦，这我要怎么打？小鱼，这要怎么打？大四喜对不对？好，我知道。哇，他是在跟我叫嚣吗？我们不能输，幼稚啊！什么？而且还会很好告诉你有没有意义？对啊。然后你就要聊去理解说，你为什么胡不明明你的牌已经完成了，那为什么你就是吃不了牌？哎，为什么啊？按错了，不能边讲边玩。我凭什么？啊！按错啦，没有三按啊，
这个不是吧？还是这个算？哦、oh, ，好，我可能下次会再问一样的问题。哎，好恐怖哦！不要啦！哦，好险！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快逃啊！对啊，很恐怖哎，这是老头嘛。然后超恐怖哎、欸，闪亮亮哎、欸，老头哎、欸、没有哎、欸，哦但是有三只宝牌，好恐怖哦！我看。请选择三张与对手交换。好啊，来，送给你。哦哦哦，对我真好哦哦啊！乱叫啊叫！然后魔力宝贝那时候看有说3月25号开始测试的那个吧，开放测试游玩。然后应该就那几天开始，可能开台时是会超过12个小时，就是在国里妈啦国，那就是在那个在玩魔力宝贝。嘿，来东方 M 吗 ？M 什么？不是 M 啊，就是网页版。不是网页版，靠腰那个就是 online 啊。魔力 Online Game， 之前魔力 M 我没有玩呢、欸。那时候我觉得魔力 M 的那个游玩方式就整个很没有魔力宝贝的感觉，我就没有玩。要跟农夫与拼了吗？我跟你讲，那个比农夫还好玩，好吗？你那个农夫虽然你有个主线在，但是你不能练等啊。魔力宝贝是可以练等的耶。那他又有要打 BOSS 或什么东西的等级，但找不到，对啊，找不到最初的感动。哎呀，青菜啦，我要赶快跑了。跳过了，小鸡鸡，不是没有。可是他现在出了这个，他就是有什么经验两倍吧，技能经验两倍什么之类的，还是至少会比以往好练一点点。等级系统的关系吗？我等级系统也不是啊，魔力宝贝就是早期的网那个、啊、也算是龙头游戏了哎、欸，它有20几年了。下家这样没有，他搞不好有三张红中啊，有没有？他靠发财啊？也没有。他搞不好有梦想啊！他搞不好抽出国四无双，跟你讲。功夫再高也怕断腰，哎、欸，哭哦！不对吧？我应该打这个了。哎呀，啊碰啦！靠腰，吓死我了！也不是十，哎、欸，我第一个摸的 online 是 online 是什么 ？online 是那个天堂，那再来是石器。然后接下来发现
最对我胃口的还是魔力宝贝啊。啊，人家怎么说石器跟魔力不是一样的吗？我说没有，玩起来感觉是不一样。我不是喜欢那种中世纪的感觉。闪亮亮，他最后杠给我的，好爽哦！没有，因为小时候，我的小时候是17年前了啊。你看当时有多少人还在，根本还不在妈妈肚子里之类的。对不对？当时有多少人还没出生？仔细才是始祖，差不多啊。当时很多哎、欸，还有什么流星蝴蝶剑嘛什么的。台效益来讲的话，喵喵喂，都还在游泳？没有，连游泳都不会游泳，搞不好他们是上一辈的阿公阿嬷嘞，搞不好他们还没有投胎，还是还活着，还有呼吸。对不对？7年前你1岁。你要想哦，17年前小林还没出生哦，你知道这多恐怖了。以后可以常常看繁星台了，大学繁星就上了。大学繁星就什么意思？哦，你是繁星哦。皮卡丘打排球，还有那个啊，小朋友骑塔胶啊，看，对不对？小朋友骑塔胶，还有猫狗大战、丢雪球游戏。哎、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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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好好好，我吃我吃我吃。我要乱来了。我在学游戏最多的时候，对啊，史莱姆。家第一个家不是家，你知道我就说我这个繁星其实是当时还没有繁星计划的时候就取，一取完之后就有繁星计划这东西，我也头很痛好吗？而且我当时叫繁星邂逅、欸，然后当时会叫繁星邂逅也是因为魔力宝贝啊，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我的中二 ID 就是。中二 ID 就是从那个魔力来的，真的是国中二年级取了繁星的东西。干！干！弄！要弄就弄，要碰就碰。等一下顾。繁星也不错听啊，哎、欸，很二哎、欸，没有后面加个邂逅两个字好吗？什么在繁星下邂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哇，这名字好好听哦、喔，没想到现在啊，好二哦、喔，在团团那里有说过，对啊，有去看建村计划的话，我就有在里面提过啊。干，这也太亮了吧！来吧，厮杀吧！哇，七柄都在他手上、欸。
哭啊！妈小鸡鸡，哎、欸，没有小鸡鸡耶，啊对耶，哦，一堆宝牌，妈小鸡鸡。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什么什么啦？拜托，而且我以前没有取过煞气那些，我没有取过这种名字。哦，我是有加爱啦，就是那个叉叉那个爱，我觉得那比较好看。那万那个万的就比较40764，那个万字符号那个真的太扯，靠腰啊！你们是干嘛啦？妖魔鬼怪，老居抢到了、欸，太扯了。小鸡鸡万岁！骂小鸡鸡，我的五万多变成三万多，没五万嘛，千。老居在上班吗？那刚刚说玩东石大，还说能玩，是不是骗我？哎、欸，怎么回来了？啊，生母是骗人！我说吃饭哦。啊，所以到底有没有上班啊？我没有看到。啊，休假。哇靠！你们要不要场外打一架？我是很喜欢看你们打架。请问我是到了雀世还是雀杰的场吗 ？Excuse me。北风一番，你这样不止吧？哦，有啦，刚刚有看到。啊、是不是我要打什么你都要啊？好，都给你，然后都给你们。所以场外有人要加加吗？你是说场外约一局吗？赶快去约，不用等我了。我觉得我快结束了。感觉你们场外加应该很难吧？咦嘞，很亮耶！眼睛好痒啊！啊，等一下这局打完，让我滴一下眼药水。
这也太华丽了吧！没事，我们早点结束，早点下一场嘛，对不对？就这样而已啊，没什么嘛，不痛不痛，才不会痛呢。没事哟。ダブルリーチです。哇，第二次了耶！哇，第二次了耶！喂得好，哇，喂得好，谢谢老鸡。哇！叫我傻眼，傻眼。好，我们46分钟来到了 W D G， 太扯了。啊，可惜没有一杯口。我也要拼清一色欸，我也以为我自己要清一色欸，结果发现来了这一张之后，他叫我栗子，没办法，我就栗子了。我本来也想要都打掉啊，然后没想到他就跳出了栗子的选项，谁知道就是这么刚好来的那张牌。要在就是要知道什么几番几幅这样子，不然我真的就只会玩不会算幅。对啊，栗子来了很难忍不住不按呢。我知道七对子没一杯口，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你几点开台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啊，我开了多久啊？我应该是11点半吧。像其实魔力宝贝就是组队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遇到怪打怪，然后至少不像以前那时候的年代，那时候没有实况嘛，所以那时候练等真的是很无聊，就只能看影片什么之类的。我至少练等什么的可以跟你们聊天，有时候不励志可以拼梦想。没有啊，我就是想要听双粒子的音效啊。有一杯没有七对，有一杯没算七对的有。有啊有啊有啊。就是你一杯口嘛，但是就是要有，就是像这样啊，66788，然后可能这边就是456345。你确定你要在中午讲这种东西？哎、欸，你好多万哦、喔！啊，他丢那么多万子，老君你没有一个要的哦、喔。哦，有了，才想说有了。干嘛都这样？哈！哈！
ちいです。要打掉啊！卡超烦哦。如果再来条子的话，就把它打掉了。哦，还好。对啊，踢对子不能，那不会有预备口哦。不然这样太猛了，好不好？这样子，你错踢对子有那一杯口的机会实在太大了。好啦，一个日麻菜逼在跟别人的。哎、欸，我上次把这个改了版本呢、欸，不然他是什么中个李三，不然中什么李三的。那时候我是简体版，他这边写个中个李三，结果我们那时候是下载完的一堆人在笑说你在讲什么鬼东西，我才说你在讲什么鬼东西吧？为什么你们看得懂中个李三是什么意思？他说没有啊，他是写拜托的字幕，我就看了一下。白痴哦，我一定要吗？不是，打掉了。哦，讲话真的会出事哎、欸！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欸，那一巡正听又是什么意思？弄了。你看，我其实真的也是会玩而已，但是不是很强啊。我过水哦。哦，下一回合就啊，白痴哦！好，谢谢，我现在懂了。箱子，你是不是扣着那张牌扣很久啊？把字幕给你看了哦。我知道栗子就不能过水啦，栗子就是来什么就要接受它。天牌です。五万在谁家？箱子是在你家。啊啊！怎么都隔一号的啦？很难选呢、欸。哇、wow ，谢谢你哦。你就只有大学完这个被退学，那怪他活该、欸。
正听我意思我知道，可是一巡那个一巡我听我就不懂了。妈，你立直你就可以到处看别人牌的啊，不是吗？就可以站在那个牌桌附近逛街。哦，你听这张哦，然后就在开始在讲，哦，原来是这张哦，就开始这样讲。反正你摸什么就把它打出去啦。如果打出国四五双有成就感吗？会啊，当然是要拍照啊，打卡上传啊。哦，回观众的。理解理解呀，理解呀。不是这张吧？好妖啊，吓死我！你有没有本事？哦，没本事了。综合料你差点实现梦想，你可以不要合啊。你有什么梦啊？你有什么梦啊？四张小鸟在我手上，你的梦是什么？啊，ツモです。可是几块？两千块吧？哦，六千？为什么？リーチ。这样算毁一色啊？对耶。受賞全館で内から金を巻き上げられる人なんていません。好啦，感谢，再来，准备咯，创建创设62283。我问，哎，神母哎，好，啊，我也想要回业绩，拜托，我也想要回业绩。欸，我搞不好保底150会直接拿去买灰夜鸡，我觉得灰夜鸡太香了，里面最香的，没有河比较香，可是灰夜鸡也太香了吧，也太快，他们就很屌啊，我应该故意骗说啊321点下去，然后根本都没有点之类的，让他们骗一下他们这样子。河已经拿不到了，就等复刻啊。哦，那河真的很香耶，呀。香喷喷的河，是昨天早上就是在想说我要开日麻台还是要玩人王二，因为人王二我就是已经快一周目结束了，所以想说练一下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人王二又有点卡，观众又看不懂，又加上平时，然后就觉得哦，日麻的话又觉得只要动动右手就好了。
哇靠！什么鬼？九条都在你手上是不是？快让我飞吧，我们赶快下一场。啊，我是要看这个啦，不要看这个啦。要看这个，看香香的啊。我在打什么？等一下、啊，我现在已经忘记我要打什么了。有了，有了，有了，来了。安安。リーチです。あ、ツモです。我只补了一半的血啊！哈哈，我只补了一半半的血。哦，怎么不早点杠？来继续看生母香香的角色。请问这是什么牌？一一一二二五五九九九九。哦，这不就碰碰虎吗？还有什么吗？哎，解释一下为什么？哦，是安克哦。他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看得出来？教一下，教一下。他哪边有血？他、啊、怎么知道不是碰碰虎？还是就是因为这边没有分开？啊，如果碰的话，是不是这边会分开在这边？自摸又哪里看得出来？哎、欸，输了啊！不好意思啊，这摸在我手上啊。一二三。哦，没分开哦。哦，原来如此。啊，这推荐真的是很烂呢。一，中，啊，给你了。吼吼吼吼！好啊，碰着哦，没有。哇，师母也怂到了，可恶，被师母怂到了。G です。太吵了吧？你拍太小了吧？
小鱼不要生气，我在乱打。不是啊，赶快打掉啊，这好危险哦。不是，我就要赶快跑哦！我的封面图那不是我画的哦，那个是一个叫冰沙的人画的，冰棒的冰，鲨鱼的鲨。我就是要那一张牌，通通不要跟我抢，我要那一张牌。很近了，加油！很近了，加油！这歌怎么还在啊？生母，你的歌太久了吧？很近了，我也要碰！不可能被卡吧？谁要这张牌啊？是我早就掉出去了。不会在圣母手上吧？你是不是七对子？其中两张是这张我要的牌，圣母是不是？然后没那两张哦。动了哦、喔，没有。昨天好可怕哦、喔！昨天我看到你们在玩啊。这个吗？这个理牌就是自动帮你把牌整理好，比如说等一下牌会来嘛，然后很乱，然后理牌就是会自动帮你把牌理好。有啦，我拼到两张宝牌。还好，我逃了，你看吧。有时候要赶快跑哦，然后合牌就是自动帮你把牌合那个，他说，哦算了，好嘞，合牌就是说有人放枪还是什么就自动合，因为有时候放枪你不想要合，就是要拼字摸嘛。哇好啊，大哥，好，哎。我们那天就玩那个，就是，那时候玩什么？不能断腰吧，就是至少要两班以上的模式，然后就秀秀就不会玩这款游戏了，不拼。哎，对耶，要拼吗？拼得了吗？了吧，哭啊！哇，这是什么？好像很烂欸，啊，算了。就，欸，很烂欸。啊。欸，小小的牌而已啊，傻眼。这有吗？
这什么鬼？啊不就没有啊？我看不懂哎。我只是想赶快跑而已啊！这个快死掉了哎、欸！哇哇哇！ツモです。跑了，我跑了。没有三暗刻啦！我刚以为我刚也是摸到七条，就看了一下是九条。没事，他飞了，我们不用提梦想了，他已经飞了。我要做个很白目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就这样子嘛，有没有？有人场，放射房间进来。啊、看到没有，六五九四八，然后跳出去，然后再开一次。好啦，一八六六五。啊，对对对对对，我要点眼药水，等我一下哦，休息一下。太快了吧！等我一分钟，我点个眼药水，吃个广告。哎，你们太快了吧！我的天哪！所以刚刚有几个人是抢到那间房间的。然后你要睡我的眼睛。我觉得那个哪里，这蓝光眼蓝光的眼药水比眼科开的那种眼药水效果还好哎。我想他是因为那个什么啊，我的朋友也是，他就是跟我症状很像。然后他跑了很多间医院，他开的那个医生开的药全都是一样的，都是肌肉放松啊，然后就是让眼睛不会就是消红之类的东西，就是眼睛不会红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药都一样，然后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花钱再去看那种，他说你就如果真的不舒服就点就看这间医生就好了，不用再花钱，好了。完全没用，完全没用，真的抢不到。机器器我太难了，你们的手速都还不够快，听手速。但是，好了，开始喽。场外 OK， 你们去打一下，把那个抛出来，搞不好你比我快啊。固然繁星之后偷偷追一个数字让大家，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修罗比较快啦，你们场外修罗，你们打过的，如果刚刚输不起，不输不起啊，打不过瘾的，你们刚刚那个场外的可以再去打一场啊。好，丽恩，拜拜。讲错了啦，猪不够啦，可以吗？开了啊，你要哦，有了那个也好玩的，去51180。还有一个修罗是41236。哎，小鱼，你这样还会想要梦想吗？你这样的牌你还会想要梦下去吗？还是早早结束？不会的，不对，
有个修罗场是18601哦。我等一下用这个来遮那个号码好了。你会粒子，我也要粒子，我想要粒子。用这个来挡。好。好，都不给我玩了。我牌好烂哦。都打掉了。要怎么试啊？天哪、啊！我想试啊，超远的，怎么可能？已经快没牌了哎、欸，我试屁呀、啊！没关系，有1000块。哈哈，嗨，10000，你回来了，10000。繁星打角色好感度到5星后和哎，我这个我知道啊，可是我不打段位赛啊，我那些礼物就只能靠用抽的来拿。哎，他有时候会有7天登录，那个是一个月7天，是不是？这样我要抽了哦，角色没有好感度。能靠你们给我钱了。
我去抽出来。然后发现抽到把它灌到快满的时候，抽到灰夜姬，我会更哭哦！哇哦！让你知道什么叫哭的声音。你看那个好感度已经四颗星又多一点点，就抽到灰夜姬。有时候好像会有礼包嘛，什么礼包嘛，那是什么？去巴哈找啊！哇哦！去。我要再骂，去数啦！哇吼！啊，那个礼包能干嘛？拿礼物哦。看啊！完了，你的牌数更大了。七万、八万，好大哦！龙です。没事，我的角色好感度就交给你了，信。有加加吗？加加什么？等一下自己抢哦。我等一下会把这个挡下来。等一下就是看你们的网路延迟跟电信网路的速度。哇哦！要抢的话，大家没办法，那我也没办法咯，因为大家都是用抢的啊。哎、欸，没事。加过还能加吗？先把机会让给人吧。你看那个小鱼，从刚刚一直该说你们手速很快，
不过等一下把那个马挡起来，你们加固可以再加啦，就看你们多会猜了，可以吗？反正等一下把号码挡起来，你们就自己猜吧。拳好痛！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是什么东西？这样是混一色，因为混了这个进去，我就是不知道它是混还是清啊。好危险哦！可以做绿色，绿个头啊！绿，一大堆人手上都有条子，我要绿什么啦？来吧，给我条子哦，没有，再杠一次。没有，ランです。补血了！哇，你那个飞也太猛了吧？这怎么念呢、啊？翻。七五换掉就绿了，是没错啊。可是你看我刚刚从头到尾哪里有摸到绿的？没有啊，就只有二条而已啊，其他都是这些牌啊。你看，三在他这边，然后还有六根，是不知道在谁那？哎、欸，不是在我这。通常都说白痴哦、喔，我问说怎么念，你就还拿那个字出来，我也会复制贴上啊，怎么可爱啊？清晨早安，清晨哲理。就念翻呐、啊，啊，就直接打分安翻就好了。那边就念，还是你不是台湾人，你不会注音。哦，好啦，
还有两个星辰啊。有啊，想把这两张打掉啊，可是还是就碰碰就好了啊。对对湖，对对河。好啦，就这样了。Beko，拜拜。可以拼粒子吗？我不要。没看到快飞了吗？你要知道他们是妖魔鬼怪呢。没关系，看到没有？他只糊小鸡鸡，可是他刚刚糊了一个盘很大。哎呦！就一群神仙啊，不行了啦，输了，喂我，真。这就是，这就是命啊。直接下地狱，真的哎！哎，没人听白板，白板丢出来吧，各位们，我上有白板的，扔出来了啦！好难过、哦，拜托断腰。断腰七对就很恐怖了，好不好？啊啊啊啊啊啊啊、怎么可能？赶快丢出来哦！对嘛？弄，谢谢，喂的好。如果没有古意嘛，古意是什么？最大的一种哦，等一下，哦，这个、哦，你想搞事啊？你是不是手上有发财啊？你这小坏坏。欸，没有啊，发财在这边，白板在这边，红中在这边，你凭什么啊？天敗です。我看一下哦，房间号码在这里，然后我挡一个吗？挡头还是挡尾啊？挡这里，好。这样有吗？这样我挡到吗？啊，有有有有有，来，请猜七九五八，然后多少？哇哈哈哇！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然后答案是零哦
什么烂台啦？你怎样检举我了？我知道你很难过。可以抢，重复的可以抢，玩过的也可以抢。干嘛？是不可？报应来了！傻小，快让我飞了，拜托！飞了我吧！活该什么？哎，我早点出去，你就可以早点机会玩呢。你在活该我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做人真的是，哦，气死人！哎，团团，刚看到你开了，早安啊。我大概待会就要睡着。欸，团团，那个魔力宝贝好像3月25号会先开放测试吧。欸，屁咧。我现在我的右下角一大堆人开日马，会伤档吗？我要看一下。哎，走糊了。小牌，小牌，看一下哦。初步决定公测启动在3月25号到4月啊。不是3月25号，是3月25号到4月8号之间啊。靠，被我那个朋友骗了。哭哦。一气贯通啊。难怪那么痛。会也会上当呢，难过了，有情绪了。哎，下家牙喵牙猫送给你，你会很开心哦。公测的话感觉可以哦。对啊，那到时候一样。哇，他爽死了，天哪。喂的不错吧，要不要加入托的会员啊？想不想加入托会员啊？注意哦，我会拍给他哦。掉没事啊，玩玩这个，我的大牌也被断掉过啊。可以这样拉人入会员的吗？不是啊，如果他喜欢我这样喂他的话，你看阿兔窝又里面常常又在打日嘛。哎，你看是不是很适合他？我靠，你是不是缺一张蜥蜴？对不对？这样是刚刚，哎，你怎么把戏打掉了？我喂你的，哎，你怎么可以这样？
啊，他不喜欢呐、啊，他不喜欢我也没办法喽。你算了啦，算了啦，戏打掉了，算了啦。嗨，我还期待25号可以玩魔力宝贝哦。他不想入会，没关系啦，缘分就这样子啊。你怎么可以把戏都打掉？你看你刚是不是打你就糊了？你看你。靠腰啊，我就知道啊。我哎、欸、零块钱，各位，我们可以下一场了。他不想加入，所以他赶紧打掉，没错。我这一场在当补师哎，天啊！我是技师，谢谢帮大家补血。哦不，他在帮我补血。哦，补师有人权啦。没事没事，我有9000的魔力可以补了。我有血量可以补血了。啊，他要补回来了！哇，他帮我补血再补回来，哎、欸，好猛哦、喔！没事嘛，我再把血补回来了啊。你刚刚为什么不要我的西风？最好你耶！来嘛，进库啊！如果你不进的话，你可以抖内我啊！哇！对啊，你看，我看一下哦、喔。现在兔窝里面有21个人在打日麻，没有啦，只有一个人，而且不在打日麻。你现在就去挂，白痴哦、喔！没有，有要玩再进去挂啊。而且不是小鱼要开一个日麻的那个权限吗？你是怎样？就是标记那个权限的人，然后说缺日麻这样子吗？啊、哦！樱花，樱花，樱花，阿酷啦！哎、欸，我要群补了，姑注意，我要释放群补了。堂堂安安，哎、欸，够了，我把二条打掉。一，要清一色了。
想说有直播就来看 ，Hello。杠起来，杠起来！为什么碰不到啦？前面碰的那么爽，后面就碰不到了。哎、欸！228。会不会危险呐、啊？补血喽！哎、欸，不是吧？你要四杠流局吗？问号。问号，问号，嗯，哎、欸，我可以乱玩呢、欸。是不是很舍不得离开我啊？如果舍不得的话，被加入兔窝啊，兔窝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哎、还没有信用卡可以抖呢，没事啊，等真的有了再说吧。最近怎么都开始流行打？其实反正就是会打，只是没开台玩啊。不然就是之前玩，但是观众看不懂这样子啊。我说不是我啦，是其他人。我会最近玩是因为，就是，Amigo 这边已经有一半以上都在玩，所以才会想说，好吧，得命来玩吧。再抢不到就去打 Overwatch 了。哎、欸，我也想打，靠腰。没有要大三元啊，不可能啊，不可能。我已经垫底了，还要我大三元？做梦！做梦！你这些，我是一个没梦想的人。谢谢。不是啊，你们整天要有梦想啊，我的梦想也是要赚大钱啊，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啊，对不对？哎、欸，可能小三元啊，已经一个打出去了哎、欸，还要再摸到一个白板很难哎、欸。混一色发财宝牌十番，你看他垫底了吧？是要找点招啊？700块，还行，我血补回来了。阿北出事啊！好，送温暖来，
都是条子哦。哇，卡薰衣草。什么？啊、碰啦、啊！阿碰啊！这画面好像刚刚发生过哎。阿碰啊！把你打掉好了。我扮演鲑鱼什么？我扮演鲑鱼没有啊？碰啦！会打掉。日麻很难学会吗？不会，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很快。你首先要先学会怎样胡牌，因为它有它的规则跟嘿，就是规则。啊，有时候你觉得规则到，但是就组合，它有它的组合，你组合到，但是不能胡牌，这样子。它跟台麻不太一样。G です。要那么贱吗？好吧。哎、欸，对耶，这是我的好朋友哎。我在想什么？哦，没关系啦。哇哦，哇哦，亮亮。对，可以换掉哦。我们再摸一张吧。不是，我知道我有北风了啊。可是你看哦，那这样子，可是断腰的话才一番啊。我如果用到这个的话，不是两又多两张那个的吗？对不对？要这么贱吗？这样不可能逆一啊！哦，快，差就差一点点了。看看，哎，没自摸，好可惜哦。差点又领伤开花了。看，看，对呀、啊，当然是要宝牌跟字牌啊，当然啊。如果刚刚在抉择，可是你看他手上扣了三张，我还好丢出去吗？不然我一直等一个寂寞哎、欸。来个北风给我干，我要领伤开花，去死啦！欸，他真的是很故意耶！欸，跟你玩怎么那么累啊？每次都在搞事啊！哦，以后不让你进来了。他追我，追我什么？
被 ban 了，被 ban 了，你做坏事齁。你这样讲出要什么牌？啊，本来开台给他们进来玩就是这个用意啊。啊，他们想看牌、想听台也是随便他们啊。对不对？干傻眼！哇哦哇哦，还好我逃了。哇哦，你看吧，被制裁了吧。有人抢，准备咯，放射房间1162，后面自己填哦。太扯了吧，小鱼要哭了。小鱼仿佛听到小鱼在骂啊。都搭了，欸，他们活动啊，就只有那个吗？抢桃子的那个吗？拦路珠那个桃子的造型，就那个而已，对不对？欸，我在打什么？没爱了，没事啦。爱要耐心寻找，啊，耐心等待。对不起，还唱错歌词。我刚刚最后尾数是3，我看敲到眼镜，想在看什么牌？想在看什么牌？你想干什么？想看什么牌哦？那就九宝连灯，欸，九连宝灯，我每次讲到九宝连灯，哎呀，气死！
リーチです。对啊，就拼这个了啊！啊，ズモです。还呲了一下，我在干什么？没有。差一丢丢，啊！刚刚那情况下，你们会自摸还是继续拼梦想？很难拼哎，看也不知道在谁手上啊。看目前都没看到嘛。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两张出来了啊，对啊，所以你看刚刚如果放掉的话，这个人也没有，他也不会自摸，可能是他放枪然后给他摸掉，然后他单步啊，你不是在殴打，你是不是还是很想我哦，冰山安，哦对呢，还会正听哦。好了，海底捞月没有，弟子门清老牌红包，看嘛，是不是早点跑掉比较好，恐怖死了，八三幺，神母送给你了，对不起，发神经啊！给你们吃广告了，我要喝水。哦，有机会，有机会。才几张牌要自一色。当然要小鸡鸡呀，对不对？再来再来再来，碰起来碰起来！我回色七队，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梦想的。HTT 没有七队啦，碰！对不起 ，HTT 要不要玩人王二啦？不要去玩崛起了啦！来人王二陪我啦，人王二好难玩哦。砰！我跟你讲哦，一条是我的好朋友哦。哎，没领上。
你不是有醉醉了吗？没有，你要想醉醉的等级超过我了，我要带一个等级比我差的，这样我才会有优越感。然后，不是因为他真的难到那种真的是小熊柴龙也可以把一个穿着黑龙装的人打死，你知道吗？多夸张，你知道多痛吗？而且他不像只狼头上会有个围字，他直接就给你死，你知道吗？所以怪物的眼中会发出一个红光。不是啊，你们都不要锁。啊，为什么就不丢给我嘞？对不对？优奈，我说优越啦。哇，被抽血了，在等他特价哦。哎，我太慢玩了，如果早两个礼拜玩的话，我可以拿到那个猫耳朵的那个外观 skin 的装备啦，好大哦！哇，这么棒哦！陈夜安安。啊，不对，陈夜蒙安安。感觉忘了会摔键盘，就是要摔键盘呐！来啦！哭啊！那种。快点，他需要单体补血。你不是想要单体补血？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打掉！哎、欸，对呢，我应该把这边打掉的哦。靠腰，有没有梦想？拼字摸啊！乱打了，我们都回来了，是回来了，好烂哦，就是不进哎。有了，啊，我听什么？
没了。電敗です。哇哦！走开啦！生气。没事，赶快放弃梦想。哇！我要赶快跑，那要小鸡鸡啊！拜托，拜托！我刚刚那一局应该赶快小鸡鸡跑掉的，就交给他们去厮杀吧。反正我不会是最后一名，除非他来个大的。你看哦，这两家都想要捅，对不对？啊，这个我看不懂。他好像有梦想哦。你是不是想要果啊？你看他的牌，就只有这一张。你看。是不是很有蹊跷？他也没机会啦，除非他头上有一张，没了吧？不知道拆掉了，一杯，没事啦，梦想都有被打散过的啊，对不对？那这样子是怎么看？你看这边一块啊，这边又一块，这样是怎么看？碰碰，然后吃嘛，然后杠，然后一张这样子啊，感觉会留局大家好像都扣着一样的牌。你看，都是顶啊。这两张都是在留饼嘛，然后这个是留腕嘛，可是都没有他要的，奇怪，怎么会这样？最右边是胡的牌哦，然后这个是手上的牌嘛，哦，单调一鸟，我单调一鸟，我知道我单调一鸟，这个就是我那时候领上开花。
你看是不是早点离开什么事都没有了，哦，我是不是我是最大赢家，对不对？我赢了吗？断幺九，谢谢。哎，小鱼结束了，准备了。你真的还在斗争吗？那就不吵你了哦。唱的，好的。等进来之后我们再播广告，不然等一下播广告再进去，我说等一下吃到广告哦。你没有哦。好，6861。哦，这次比较慢哦。小鱼会不会中呢？猫之翼，还有谁？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看他进来了。哇哦，你终于进来了哎！隐私广告，有啦，他最后还是成功的进来了。你竟然有天降一，是吗？是吧？嗯，太扯了吧！两个老面孔，两个老屁屁。然后刚刚最后的号码是八，是八。正义的幺九牌，酷欸，没事啊，他击飞我，就是我们的缘分就到这边而已嘛。没有，至少这笔这不用拼手速，这开始就是拼运气了啊。三个都在 DC， 你们是？好，然后第三个人是谁？那个亮晶晶是谁？哎、欸，你们该不会是串通好，然后一起讲话吧？有没有一个人先抢到说，哎、欸，答案是多少这样子？哦，陈星辰吗？我刚刚是应该要吃的，没事啦，你们聊，你们聊，怕声音太多。而且现在就是鏘鏘的，好热哦。哎、欸，老橘，你要不要改名字？我去吃寿司，还是叫小林改名字？对不对？他取个茶碗蒸鲑鱼什么之类的，这样，好想一起玩哦。就缘分吧，这个人也一直想在台上跟我一起玩，但是还是挤了很久挤不进来啊！你看这个人多可怜。我活动过了，哦，活动过了，那就算了。我们还是可以吃啊，奇怪，只是吃要钱而已啊。感觉大家都一样哎。你们这种四杠到底是多恶意呀、啊！天哪，谢谢，一千块，还、欸、好吗？哎、欸，你要死了、欸，徐老师，你现在是怎样？我要怎样？徐老
你现在是怎样？我一个好不容易抢到进来了，你他妈回个背吧，想要飞人走？不然现在是怎样？不然好，你现在是怎样？好，这场如果结束的话，我们再一局嘛，都不要动，都不要走。你现在是怎样？哎、欸，至少东一局不会走啊，你们留局就好啦。我现在怎样？我辞职了，我不要当管理员，我辞职了。你真的很烂呢、欸！哎、欸，他至少活过东一局了，好吗？我们上次一个东一局直接飞的、欸，哎、哦，我很烂，然后就要飞了。哎呀，他活下来了，他活，他还有粒子棒可以用，好吗？我留了粒子棒给他用、欸，哎，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真的，真的是一个好人呢、欸，好台猪，你呀、啊，哎、欸。我本来不、啊、我本来不想进来的、欸，来杠！我离开了，拜拜拜拜拜拜。好，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都在偷骂我，不想偷骂我。我已经骂了，你走吧。好，没有了。在骂，在骂，打牌他，我在打。耳朵痒痒的呢，耳朵痒痒，他打错了啦，活该戏鹤啊！你是不是很不想跟我玩？我要胡牌了哦，有人要死，有人要飞了哦，要，有人要飞了哦，不要飞我！你就要看他有没有好好说话哦，我一个断腰就。差不多了，断幺九还不会飞，断幺九还不会飞。我断幺九，他就没有粒子棒可以用啊！不要抢我粒子棒，我没收你的粒子棒。住手！还行，没有你粒子下去之后，然后给你糊下去就没了。哎、欸，对耶，你要不要粒子？不是你啦，我编了啦。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飞了，飞了，翅膀。不要这么大，准备起飞。不要啦！我看一个盾。我好，没收粒子棒了哦。不要啦，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是我？我的粒子棒没有了，没有给你了，棒没了。还好他撑过五分钟了、欸，哎。耶！到底是谁会打三个？我跳楼、啊！我跳楼！啊那你谁会打三乱九跳？哇，飞了，飞了！我真的是，真的是贱的。好了，坐下，坐下，坐下。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再一局，再一局，再一局。这游戏好难玩、啊。你喜欢我？你跟哪个观众打？你都不跟他打他，跟我打就一位。你他妈！我怎么知道？就还这么好，我怎么会这样子？他怎么好烂哦？不好，不要动好吗？都坐下。我已经预测说要收他一直棒棒了，还棒出来。他很会做效果哎、欸，很会做效果，几分几秒？效果窄呀、啊！一开始是46分嘛，现在是两小时26分。哎呀，是不是没影片剪的？对啊，没影片剪的。哎、欸，位置都没有变呢、欸，而且我觉得下午就可以发片了，对啊。哎呦，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玩啊？没有啊，我开心、啊。要边打边剪片、啊，你一直哭啊？对，现在可以剪片了、欸，好哎、欸。我们刚刚是真的跟你一样所说的，是猫第一撞进来之后。他们就到那个，我想你知道好不好？不想说你怎么可能会猜得到？我跟韦恩进错房间。对，他好像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也是说这里差一个字的。我进去过的房间，进到别人了，然后我就喊了，进错了，进错了，然后老君，老君，你等下，你们就凑十个人，一人报一个号码，有没有这样抢进来就好了、啊？你们超聪明的，
分。没有人进的话，代表 Hugh 很后面。大家都从零一这样子开始猜出来的。对吧、啊？凑十个人啊，一个人负责猜零啊，一个人猜九啊。哎、欸，跟我们玩，你就可以完成这一副德行。那你前面是在装的，我没有在装啊。我怎么知道跟你们玩的牌就这么好？厉害，可以不要再闹我了吗？谢谢。哎、欸，在装啊！这人在真的，他在找他在找爱心观众啊！你是不是很穷？我很穷啊，我超穷的、欸。新的观众就是说：“哎，我喂你。”那结果我们都没有被喂到。没有啊，我刚刚也是喂小月的很开心啊。别飞吧，你可以飞了。你别飞，你别飞的星辰。没有啊，我总知道牌就越来越好啊。刚刚也都不紧张啊，这不能怪我啊。怪就怪我们命不好。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好啊，等一下死抽了，不要生气了。好，你抽，让我磕。嗯，你要给我、嗯、好啊。你不是没给我吗？你不是要给我课吗？你不是要给我课吗？你不是把我课吗？课什么？哈、啊，发财耶、欸！不好意思，他打发财，我没有看错。想问他，我手上那一张，你是要玩呢、欸？你去抽一下，又有两个 Q 牌，是不是？单调，单调。讲一张你单调吧。丢一张，他又丢一张，剩一张哎、欸。我丢两张。哎、欸，场上怎么都没有字啊？好恐怖哦！有人要搞事是不是？你我刚不会跟你去拼同样的、啊？你最好给我打出来、哦。我先丢了。八七。我现在没办法改牌哦，你不要逼我。不要啦。人家跳出游戏了，好呀！完了，2000块可以。那、啊、你听什么？我们的爱，你听什么啦？你听什么？你听什么啦？反正我自动放牌了。二条。哎、欸，看我刚才差点听二条哎、欸，因为我刚刚在东跟二条在做抉择。人家没有东风，哦哦、我有两 key， 啊没了，没机会了。连败です。我不敢立子，我连南风都不敢干牌，因为你立子，我就不敢干，他把他输啦。对啊，你看他威胁我，还有不敢玩，不敢乱打牌。你第一个立子的，对，他没有他牌，就是那个立子他牌那么小，他小。哎、欸。为什么啦？有搞头，我这牌有搞头。哎呦，真的有搞头！哎呦，可以出国了。你出国了？你想飞了是不是？复活？我在打欧达，那边骗。啊！我就很想抢到，不是想跟你打，你搶到了啊、可是我抢不到，很不开心。你抢不到，我很不开心。你是怎样？我想占有我。你来台湾吃鲑鱼啊？你的英文名叫鲑鱼，哎、欸，是。你现在讲台，等一下台就有人说 G U A W I、欸、G， 嗯，我还拼啊，他在、啊，我以为我要被窒息了。打牌比较慢嘛，奇怪、欸，想一下、啊，没有。没事很好，我是给你造成什么心理阴影了？你飞他，飞直接起飞，起飞啊！原地起飞，起飞啊！不用起飞，起来啊！哦，怎么办？我打哪一张、欸？这个好。上一局，星辰根本压根不是原地起飞，我跑喽！又是2000，不是啊？胡太大又说我欺负你们，慢慢虎威又说你们这样子，我小鸡鸡没关系。哎、欸，很难瞧哎、欸，你就自己要拿捏好那个
最多满贯就可以了，这样就行。有啊，我刚刚就满贯了一次啊，啊，第二次我已经给他机会了啊，已经警告他不要把例子那个哦。哇！我超棒！等一下，哎，你糊到猫之玉就没了哦。你想清楚，哎，没有，还好。完了，我自动放枪了。走啊！好险！哎呦！不要跑！不要留我在这里！看来星辰，你命不久矣了。黑了吗？不笑。八番哇，被满了。哎、欸，我。我打一条来一条，现在怎样？哇哇！还想断腰啊？哇！是说现在好像两只猫在互打，都是猫掌，对，都是猫掌。啊！怎么会这样？你凭什么啦？还没听牌。我是想去发财啊！他哭啊！台面上空有个发财耶！四个发财、欸，你可以再看一次。你的七条要凑满的，你的七条也快凑满的。啊，秀秀要笑你，不会啦，七条一张在我这啦。哇，你早点打的话，你太晚糊了，怎么太早糊了？真的要哭出来，好亮啊！欢迎圆满，海底吗？啊、你是不是很不想跟我玩呐、啊？妈妈，原来不想跟我玩的人是你呀、啊！我就是想跟你玩，说我放弃我八宝粥，好不好？放在那边哦，放哭了，乱换牌啊！我跟谁换你？小鱼给你。走开啦！你怎么跟我换牌一模一样？为什么打到我换出去的牌了？为什么会一模一样啊？就是他们私下打日马平时的对话。对，就是对，没错。然后这个私下打日马，这个叫小鱼的会再凶一点点。哈？你怎么打那张？你说杠，你说吃，你说炮，有没有？没有，他只会在杠的时候才会比较那么比较凶，因为杠牌其实真的是很好玩，很容易出事，很好玩。杠都不敢杠，你刚刚杠的很漂亮啊，对不对？以后要这样子。不对啊，因为那个很明确，他一开始就已经是宝牌，所以我才杠的啊。哦，好开心啊！打麻好快乐。有就有九番的牌，但是没有。我是到最后一张才听牌的、欸。对啊，你要你刚刚那一场哭了，相背蛮像的。对啊，星辰就差点飞了、欸、我爱他才不废他的、啊。东方太晚摸了，从此卸载了，已经还有网页版，还有网页版，台上被羞辱了两次，从此太狠了，从此不敢打三账号，对，从此用左手打日嘛，我三账号没关系，反正是五克没事。哎、欸，我想吃是不是？你看他骂脏话了，我现在想，我现在想吃，不合就氪金。烦，好难打啊！怎么那么难打？我跟以为你刚才叫烦心呢，烦，烦，烦呢，无他啦，一发。呀，不要啦！好啦，又上一发了，没关系吧？好。牌真大，我以为我被弄。自动胡聊，
星辰。台，我不要，我不要打这张，我不要。不要偷看台啊，星辰。我没有看。星辰。我没有。给我啦。不要不要。我给你，南风。不要丢。拜拜。哇，打给他不就好了？八万，而且我八万不敢丢，好可怕、啊。没有啊，单掉五、欸。怎么又是我们两个猫咪在打架、欸？哎，天哪、啊！这些男生真的是臭男生呢、欸。哇，好爽哦！哎、欸，可是这样子就有游戏体验啊，还不错啊，对不对？什么对不对？就都给你们玩，都给你们玩。都带鱼安安，好好哦，打牌好开心，好快乐哦，有几个哦，不容易抢到了，是不是很开心？很开心。啊，怎么飞？那个是起飞的是你耶，好开心哦，我还气，被猫自己逃过了，哦。笑屁呀、啊！好开心！一些繁星本来很烂的牌变成两相厅。不用一万二啊！我不是啊，我是庄家，所以飞我很简单啊。白痴哦！啊，刚刚应该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啦啊！是不是正听了？谁正听？谁听牌？我啦！我正听了。你现在就听牌了？你是不是要这张？你哪来的正听啊？没有。杠。太大声了！太大声了！我要用生命在玩牌。你要气势上先赢过三家。对。打什么？打这个？不是啊，因为刚刚他打这个哦，可以耶。可惜。可惜什么？牌，小心啊、哦！好可怕、啊！第二张西风哦，不要那么快打西风啦！我刚才摸到一对，你起来！我刚才摸到没？你不能怪我，可以怪你。发财！为什么觉得在玩恐怖游戏？对不对？真的超恐怖的。大声一点吗？不可以，我温柔就行。打球的，星辰，怎么了？星辰，温柔一点，星辰。该不会这一张吧？我连这一盘都进不了哎、欸，没。哦，你可以打哦。你这个太贱了啊！对，好啦。好可怕，跳我心脏。我没有记得很久。跟他们几个玩，我牌运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早知道跟他们玩了，三小，三小，哎、欸，我操，我三小，你是不是气三怕二？对，小鱼被我糊可能会飞哦，我不会被你糊啊，我也会飞好吗？我现在宝牌有一点点多，你不打这不会啦，被黄金糊的应该还好吧？还有七万跟九万，小心一点。啊，九万，
我不好意思，哇，断线了，他不想、哦、回来了。我们还有一个投票可以发行啊，我们民主一点来投票。扶他，扶他，扶他啦！你想自一色是不是？那你是不是缺这一张？四张了。哇塞！靠腰啊！精神的很梦想哎、欸。哇塞！啊，不是，不是绿色哦。哇，希望可以打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他妈的！一起打，一起打。哎哎、欸。欸太危险了吧！你这几张都好危险。我吸干了，吸干了，可恶！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打这个。为什么刘菊太好了？释放你白痴哦！我才交九万的，我才交九万的。狗屁事！我不是我摸到一万跟九万，我不知道怎么办。刘菊太感动了，我熬下来了。我哭了，快打呗！气死！有话有话就讲不出，好崩溃哦！刚刚那一场最赚的是星辰哎、欸，收到钱啊！你干嘛赚？我跟你说就是这样子，星辰，我们要一起来，能比的。你干嘛？那很棒哎、欸！我的天！那欸、我刚才就不打了，不要，他超棒的哎、欸！我不配做梦，我不配，好吧，你你给我，你给我试着跟他相处，他人很好，好吗？你们可以发展一下，可以不用没有关系，如果可以还没尝试就拒绝他，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是外貌协会。外貌协会，你手上的球先吃啊！你的一五体无完肤，你太坏了吧！奖杯吗？你还想玩游戏吗？游戏为什么不要野心一点呢？我不要啊！我要让他死得很难看。好，我王八蛋！我要让他死得很难看。我给你的牌那么好吗？没有没有，是一开始我牌就不错。花死掉了，又还可以四杠六局吗？可以，拜托再来，再来，我还有梦想。我没有了我，崩了崩了。怎么不拼？我就是要搞他，为什么要拼？击败。我给过他枪，你可能蛮心还会想要。放水一下，小鱼丢出来，它不会放水。对啊，速攻魔法八千呢，这也很棒啊！我把它快榨干了，你看，我把机会留给其他人，让其他人有击飞他的机会。对啊，你看，我们都是三，我们的分数三开头，势均力敌。谢喽。我不是啊，我户口比你们少一个零啊！没了吗？还没？两千块，加油！好烦呐！快点，你断幺九，他让他不能立直，快点！他立了，他立了，快！干嘛、啊？在台上被羞辱的感觉怎样？好开心哦！不要啦！不要！好了，你们互相听什么讲出来吧。啊，来，没有，不用了。亏了，亏了！我也是，太靠背了吧？我也是听三条啊，为什么？三条有一点点多，没有哭，没有哭，没有哭，烂游戏，好了，烂透了，太他妈了，太崩溃了，好玩，好玩，好笑，好玩，好玩，好玩，好啦，等我一下哦，哎、欸、靠，要怎么抽我忘记了，寻觅啊，是寻觅吗？哦、oh, ，右下角，右下角。我寻寻觅觅。
没有。魅影流星。看什么？就是那么烂。就你烂。你最烂。四位不要吵。没，我不是四位，哦、我是离开桌子了。你飞的哦，对不起，哦、我离开桌子了。啊，都是小礼物而已。对啊。再抽啊，再抽啊，没钱了，再抽啊，没钱了，没钱了。有啊，还有7000多，再抽啊。你要给我钱吗？我没有钱。你有啊？没有。有啦，你一定有啦。没有啦。你输给我，我们刚才赌注的哦。你什么？啊？等一下哦，怎么喂他？哎，打看，赠送礼物。是不是要先看一下契约是什么，礼物是什么？哦、还好哎、欸。啊，如果右上角有图示，是他特别喜欢这个？不是，那个是锁了，不能分解的。哦。赠送。这会有保底啊。150啊。对啊。很贵呢，150。你有钱怕什么？我没钱了。有。哎呦，哎呦，没事。他要脱衣服了吗？还没啦。这会有是不是？你是不是玩错？你是不是玩错游戏？对吧、啊？怎么衣服没有爆开？好啦，准备再来咯。这一场可以剪，我也觉得可以耶，跟他们玩真的是很北七耶。好啦，要再开咯。保底哦，保底只能靠捷云了啊。欸，那个是七三四八七啊，靠腰这么快。哦，三四八七六。这是什么游戏？日麻，对吧？雀魂啊，为什么保底要靠你？没事。好啊，有人断。哇，有两个网络不稳的呢。欸，可是捷运这个超贵的，还是不要好了。这真的是超贵的欸。多少钱啊？十抽好像多少？400还600是不是？他是不是叫我？哦，不用想了。好烂哦！你看，没跟他们玩之后，我的牌就很烂了。比子母字母便宜是啦。
他的身价，哎，真的是很恐怖哎、欸！我要听什么、啊？我就只能断腰了哎、欸！正义的断腰，打掉。还好吧？你说我的牌很还好，还是你说氪金方面还好？没有啊，对啊，就是像游戏王说的牌组领导者。我的牌还好，有吗？东西，不过这种游戏运气大概都在打牌的时候，真的差不多。还想抽卡，什么抽什么卡？不是，你要知道，他会讲话，他会讲话就让人想抽，你知道吗？而且羁绊满了之后，好要让我讲话。羁绊满了之后，他还可以换衣服哎、欸，你知道吗？还可以结婚呢、欸。你怎么没让我飞？感觉刚刚可以混一色，不可能啦！你看好包含这两张好了，给我，我还是打掉一大堆出去啦、啊，混个头啊！就很散呐、啊，我觉得牌进得很烂呢、欸。管理员去殴打打了，哎呀，有人哭了，好不容易撞进来给他机会血池的，还是。啊，没有表现到。哎、欸，我给他机会是他没有好好把握这次机会，而且为什么要碰六万？就很烂呐、啊！我讲说有机会的人给我出来。刚刚运气用完了，我还要赔2000块。没事啊，现在状况就是热闹过后，突然觉得很没力了。哦。来啦，999。送你啦！这牌好多了，好多哦，可以随便玩了哎。三，可以。对啊，可是，哦，有时候想完之后又打错，我就觉得很哭。啊，吃广告，忘记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就觉得，现在观众场也不用玩太认真啊，像刚刚娱乐效果就超满超足的啊，又不是打。我才不喜欢打段位赛啊，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到多强多厉害还是怎样的，然后去爬段位赛，如果又开台玩的话，压力就又很大。像尤其是让小鱼看我打牌，如果是打段位赛开给他看的话，哦，他可能气死。跟你讲，刚刚的情况下是不能打那一张牌，你要知道对方要打什么牌，而且你现在杠的话很危险，打这样就会噼里啪啦讲一大堆。他、啊、该出去了。
我们要混还是要断呢？对啊，只要赢过一个大牌，就开始闯荡小鸡鸡了，不是吗？那时候跟闪闪、小光他们在玩的时候，就是最输的人要唱歌嘛。就那时候就整个是超醉，我就整个是垫底的。那再来就是，我好像落差了8000多分吧，我就靠着断幺九慢慢爬上去，让小光最后一名。说小心哦，瓜牛来咯，这样子。就像这样子，瓜牛慢慢爬上来。3000块，3000块，没事没事没事，不是1000点，是3000点，各位。重点是修罗场，你断腰又没关系，人家可以继续做梦做大牌啊。所以觉得真的是玩修罗比较开心，有很多梦想大牌都可以在修罗跟三人场。来，再杠下去，再杠下去，再杠下去，杠起来，杠起来。哇，很亮呢！对啊，只是搏一次死啊，不会啦。刚刚有人没事，上次有人也是一次死啊。我顶多到3点半吧，我身体开始有点晃，应该说3点啊，身体开始在摇了。在摇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嗑药，是睡意来的，因为。我昨天应该是我半夜12点半起床，所以我现在已经醒来有14-15个小时了。朋友家玩修罗正常吗？在朋友家玩修罗正常吗？就玩啊，又没关系。好亮，杠一个，再杠一个就完蛋，再杠杠下去，杠下去，杠。大三元哦，我想要怎么大三元有办法清一色？我看错了。哎呦，零海底河底，耶！是不是梦想什么的？我一二三呢，来送给你们了。好，狼骑，拜拜。这刚刚问我星辰不要玩博士无双，机会那么难得。哦，谢教主，哦，不客气，因为你不要，我也是把它丢出去，我把它留给需要的人，我哭啊！
你跟当眼也不可能两张了。龙，不行啊！跟小鱼他们玩过之后，现在啊靠！好，我才想说我现在有点强，哈哈。感谢。阿斯不能靠一下你。什么结束了啦？最后呢？完了，等一下睡着又要半夜才醒，有点惨。要睡了，大概六点醒。我等等也要睡了，不过大概是晚上十二点才醒。杏仁安安。
啊，不是紫狐小鸡鸡，骗人。小鱼是在骂我啊，是骂我报应什么之类的啊。热，等一下哦。不是吧？哦，干什么？不是吧？好险呢！哎，不过结束了吧？哦，好扯哦！没拼到国士，你在拼国士哦？啊，按到广告了。好，我们。稍等一下，我去尿个尿。没有，又没有，跳过。确定。你刚刚是什么东西？啊，我刚刚没有看到，白痴哦。停掉。怎么办？我想要排桌，是没有排桌。啊，不抽了，不抽了，不抽了，没钱了，没钱了，真没钱了。来哦，最后一局哦。5408，要不要往旁边移一点？不行，再往旁边移的话会。就不太行了，刚已经在尽量调了。你看，在旁边这样一定看得到啊，白痴哦、喔！啊，怎么又是你？你要不要机会让人啊？已经来三次了，不好意思哦、喔，你机会还是让人好了。啊，不行，都打出来了，干这个，这低能。抱歉啦，因为真的太多次了。因为虽然刚刚是说可以啦，想说最后一场了，让给其他人。抱歉。这次太好猜，那就看人嘛。不是每个人都猜得到，你看小鱼就猜不到啊。哎，看，你是。啊你对啊，你如果在补习就不要给我上课玩哦。
哭啊？他是来搞事的啊，来干嘛的啦？哎、欸，你这样子，我其实会很不开心哦。上课，补习上课就好好上课，在那边玩。认错人，刚刚十抽后抽不到东西，我再抽到中为止哦，怎么办？我有一个好烦哦，我会想花钱的心情。算了，我要去拿菜刀剁手。哦，他不是小林哦，欸、真的哎，他是玉字旁哎，字太小了啦，白痴哦，他是玉字旁的啦。还有，好恐怖啊！好恐怖哦！哦，香港的零哦，好恐怖哦！这一场是神仙局吗？是，有时候赶快跑是正确的，不要想着去跟别人拼大的。梦想交给有梦想的人。
哪鬼呀？哎呀！恐怖哦！看，脑天的。小会太没梦想了吧。天哪，他玩不到哎、欸。人心要发威了，恐怖哦！吼，
哇，好恐怖哦！大家都在碰碰虎哎，对对合碰碰。好恐怖哦！这是这么少的牌。哇，海底耶！好嘞。你在考有意思。我又打错装了啊，碰啦、啊也不对耶，应该留起来的吼。讲话好喘哦，然后打他哦。怎么啦？看吧，可恶！
哇，这局打的比较久哎、欸，哎、欸。我们两个玩麻将了，结束了，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下午的收看。啊，等下应该就是又睡到晚上了吧，所以晚上大概率不该逮咯，那就这样咯，感谢各位啦。怎么办，好像剁手，明明说要等到活动的，却又抽下去了。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拜拜。